没想到蒸鸡蛋时多加一样，好吃到起飞，焦香 Q 弹，特别好吃。鸡蛋八个，打入碗中搅散。另外准备一个碗，放一勺盐，五克食用碱，用200毫升温水稀释化开，倒入鸡蛋液中，充分搅拌均匀。容器里刷一层油，把鸡蛋液过滤到容器中，撇去浮沫，覆盖保鲜膜，放入开水锅中蒸15分钟。鸡蛋蒸好以后取出来晾凉，倒扣出来切成小方块备用。热锅冷油，倒入蛋块，煎到六面微黄，呈虎皮状，撒上烧烤料，关火出锅，口感滑嫩 Q 弹，淡淡的碱香味儿。